一个青花的大罐，高度35.5公分，口径16公分。冰媒地，康熙的冰媒地开光，博古图。它这个青花，你看它分色有深有浅，青花五彩，三面开光，画的都是博古。翎毛，孔雀翎毛，中间可能是珊瑚丝啊，三组图案都是一样的，基本是一样。那梅花画得很密，比较密集了一点，这个比较密集。它这个底下那个冰地有深浅，填土，软张软就这个底，中间有个疙瘩。康熙特征。你看看里面，看看里面，啊，它这个接缝这里一串，啊，它是修了一下，就刮了一下，啊，刮的不是那么顺利，但是也刮了。再看看这个底。这个底圆张圆就你，16.5公分，这个底足，这个直径，修胎很细致，很均匀，青花也是。